只有哥，原来你叫周只有啊！我看认识了，怎么了？那你怎么写周然呀？哎，别学了，我们一起出去吧，走吧。月月，你还打算在我们家住多久？你赶我走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啊。你妈都回来那么长时间了，她一个人。一个人，我不太想靠她，她跟那蔡小光在一块儿呢。大人轻轻，这次。小丫头骗子，懂什么卿卿我我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啊？好，反正我就是不要回去嘛，我就要和你们住一起了。再说我回去了，就见到你，妈妈。我又不会飞，你就见不到了。我说的是你们，而且你怎么知道你会飞？对了哥，我以为他信你了。国士兵，这字念落，落落落落落落落。我知道这字念落，你落落落。是赶你！啊啊啊！别跑！就跑！你俩干嘛呢？想救我？我刚才又欺负我？哎呀，没有！别欺负你妹妹，你成绩好就叫妹妹学习啊！她个猪脑子！想啥呢？不知道，我让她做给我看，说不定是你的小姑娘打起了情书的小姑娘。别闹了啊！一会儿吃饭吧。亲爱的楠楠，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一定会好奇我是谁，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。后面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叫骆世斌，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也是我唯一的孩子。我爱你的母亲，但我更爱你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，更希望你的未来能够走出光子片。如果你愿意认我这个父亲的话，我想送你去美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资金我都准备好了，剩下的就需要你自己来做选择了。我永远爱你，你的亲生父亲，骆世斌。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。我知道，你有理想，有追求，有远见。你就别再笑话我了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，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Okay.
小光，我想是我妈。你呢，又多出来一个爸。咱俩都是，俩爸一个妈了。你说，楠楠。是。